在学校不将手放好，随意触碰或骚扰其他人，会令对方觉得你不识守规矩，产生坏印象。当我上体育堂坐在地下的时候，我会将双手放在大髀上，不会触碰其他人。在课室，你看我们会将双手放在桌上，不会触碰隔壁那位同学。而排队的时候，我们亦会将双手放在两旁。我在学校会将手放好，不会随意触碰别人或者骚扰别人。你看，每个人都将双手放好，无论是上体育堂的时候、排队的时候，或者在班房里面。